哎呀，终于刨一下的，哎呀！你就这么看着啊？就是嘛，慢慢的接受他，还害怕他，哎呀，胆儿太小了吧？英俊，上，看英俊这个上古神兽如何对待电动小蝴蝶。你舒服啊，你让他起来呀。哎呀，呀，闻一闻，看看有花香没？蝴蝶刚才去采花了。没有花香，没有树膏，你扯，好像这蝴蝶电不太足了，已经飞不动了。胡英俊敢做一个帅气的背景板，果果，果果，果果，嗯，哎，这谁呀？这谁？啊，这是宝宝，宝宝上去玩一会儿嘛。哎呀，你的宝宝和果果呀，咋了？果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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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你这俩姐妹俩一个劲儿拱我，哎呀，甜甜，上来呀。你们就慢慢玩吧啊！我这手机拍了这么长时间都热了。干啥，果果？嗯，果果，哎，干啥呀？你又不玩那个游戏去？嗯，不玩玩具去？闪闪，闪闪，呀，咋不转了？啊，摁住了。嘿嘿，啊，嘿嘿，没事，挠挠英俊的脚心，啊，还行。英俊，你这没有养人肉啊？哎，果果咋了？
老叫啥？话挺多呢。你瞅你爸把自己活成那个老干部了。无欲无求，也别说无欲无求，此刻无欲无求。你瞅，杨庆那小爪儿过去干啥去了？想要参与啊，在这忍了很久了，看小猫玩也不好意思上手，真有大样啊，非常的有老一辈。给英俊说老了，不愿意了，气得走了。